他有机会来到了花莲。那花莲这边，花莲高工呢有排球队啊，但是还不是特别强球队。是，弹提也可以打快攻，也可以打快攻，对，因为而且他的出手很快。对，所以丹尼真的是一个就是对啊，但是还不是特别强球队，是不是特别强，不是特别强，不是特别强球队，是